丽，外貌姣好，身材玲珑有致。图三是微博今年网红，直播文化兴盛，点阅率与粉丝数及代表人气。为冲高知名度，许多人无所不用其极，也衍生不少争议。大陆知名时尚直播主 Fancy 日前在直播中意外走光，大半傲人美胸被网友看光光，此事故引发两极看法，本人至今尚未对外说明。 Fancy 近日和闺蜜开直播与粉丝互动，她穿着一件桃红色短版上衣入镜，双梳理坐姿互相对话，这时 Fancy 突然抬起双手扎马尾，短上衣就这么跟着往上提，一对雪白男半球整个外露，本人下意识拉了拉衣服，貌似发现自己曝光，整段影片八秒钟，走光过程短短两秒。 Fancy 直播途中绑头发，胸部不慎走光，图三社朝阳薇姐的大刀早已饥渴难耐，微博此露胸片段被网友截图疯传，不少人看傻，不穿内衣吗？贴了胸贴，不经意不小心露出来的吧？不过大多数网友咬定是炒作手法，纯属故意给福利的，大家可以看得出来，他还一脸很享受的样子，有预谋的，戴假胸型套而已，坚决封杀。还有人翻他来是廉价假胸